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玩文明六的马其顿篇。好，上一期呢，粉红女郎向咱们发起了攻击，但看起来粉红女郎的水平攻击力远远低于罗马啊，所以说咱们感觉打粉红女郎还是容易一些。好，咱们闲言少叙啊，马上开始 Go 下回合。蛮族正在靠近，我看啊，找我要孙子兵法，给我这么多东西，暂时拒绝要他。哎，怎么大家都盯着孙子兵法啊？这是我的兵法。好的，粉红女郎在向咱射击。现在攻城真的有点难度啊，我感觉没有专门的攻城车之类的，还是有点问题。攻城弩对吧？石弩。好，咱们出弓箭，马上还击。这个城邦咱们是肯定要拿下。上面又来了一个棒子。好，咱们就拿起这个棒子。城市先射击，莫托涅没有问题，然后弓箭手，小马，这要不要出来？小马出来先带一步，不着急，弓箭手射击，没有问题。小马一出来之后有一次免费升级，但是咱先不升，为什么？咱们准备回血用哦，生产项目。佩拉出什么？鱼中不让出，人口达不到。走水渠，加人口，看一下。走在这儿吧。生产项目，市场，鱼中，学院，肯定走学院啊！我这么重视科技的人，这地方能加四，大家快看，这是我的地儿吗？走这儿，加四科技，我的个天！继续射击，我感觉我这工程效果不是特别好啊。小马没有用，过来看一下，这个弓箭手是攻击还是先回血？先回血吧。你现在攻击的话，下轮就被打掉了。然后我看啊，我这个小马过来拿掉他的勇士棒子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咱们一波流就推掉这个小城邦，打城邦可比打这个文明要简单多了啊。这个小马回来过来，哦，继续回血，下回合。咱们边走路边回血都不用到，你看我就知道他打我中间，希望不要打下。啊，他有弓箭手，算了吧，我不去惹他了。我一个小马估计也拿不下他。这个弓箭在向咱不停的挑衅。小马对战车，打不动咱。我感觉我也就城邦可以欺负欺负啊。射击，增加经验。好的，这个小马我看看啊，必胜 ，Why not？ 为什么不上？射击，再射击，然后中间这个弓箭手不能射击了，往后回撤一步，补血，然后小马上打，两个小马都攻击。不等了，晃吧，就冲山上去了。这个骑的马真行。好的，我的弓箭，我这一箭一骑能不能拿下这个小都市？估计不太可能。算了，咱们不打无把握之仗啊，所以往后撤一步，惨败嘛，对吧？往后撤一步，回血获取伟人。大商人，漂亮！大商人，哇，他是干嘛？获得60金币，并且呢，把这个地方归成咱们的领土。免费获得一块领土，对吧？那过来吧，要这个小麦，可以吧？
要这个小麦。OK， 下回合，罗马，希望你不要向我宣战啊！我现在没有能对付你的兵力，我现在急需海军，我现在急需海军。以后咱在这个地方建一支强大的海军算了。而且刚才我说这要拍都市，一直就没有拍。上次说的，我看咱们还能够再获得地格。这个铁我想要。我看他要来这儿的话，需要几轮？需要三轮。那也过来，一二三个，这铁我能要得到。单位需要命令，继续射击。好，咱们再夺得一城啊！这个城有铁有小麦，而且还靠着山，也算不错。虽然不傍水，上。我们以土地将一座新城市纳入了我方文明，为保证它的稳定，我们知道了。几轮后叛乱？十轮后叛乱，保留城市，马上派总督维克多。OK， 然后回血，对方有剑士了，不管他，射击，拿下一个弓箭。接下来咱任务就是拿下这个城邦啊，生产项目，刚得的地方出什么？纪念碑修理一下，别下回合，我想想，咱们要调兵遣将。攻击这个城邦，对吧？这已经出拳头了啊！哇，罗马在这建什么呢？罗马军营，我去，这儿建军营啊！焦化焦化顶，那稍等吧，我呀不能视而不见，这个地方购买。商人水墨都需要，其实我更想买建造者，但是我这因为我有驻兵，虽然买不了建造者，那买一个商人。哎，买商人怎么出现拳头了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总督了。我知道，重新指派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地方不能重新指派。宋南啊，重新指派，挨加一，没有总督压不住他们。天哪，天哪！啊，这个游戏还是有点难度的啊。哎，要和解，给我这么多钱，我想想啊，暂时不 ，no， 你要给我更多。你必须给我更多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继续升下级再说。射击，好的，单位需要命令，我看看啊，咱们是接着推粉红女郎，这是她原始首都，再拿到这个都市算了。还说咱们回来之后先拿下这城邦，我觉得先拿城邦好。为什么？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。这地方咱们可以建海军吗？这看起来以前我玩过这个欧洲地图，这地方应该是地中海的位置，这边是土耳其的位置吗？这个地方，但是它这不通，所以这地方我应该是建一个都市，让两边这个可以过船，对吧？这以前咱们的策略嘛。好，那咱们闲言少叙，马上往下走，去拿这个都市。这个都市啊，说句实在话，可能保不住，保不住也就保不住了。回血，小马回血，商人五轮三锤，先走着。单位需要命令，这个小马往下走，看看这都市能不能拿，能拿，但是不现在拿。过来一点点的向他靠近，我的弓箭手再靠近一下。哎，我的弓箭手没靠近啊，再靠近一下，一会儿下轮准备射击。下回合，我这个现在还行啊，忠诚度还可以。荷兰对西班牙宣战，非常的好。
这个城邦肯定是咱的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已经是弩手了，我去，那咱们打不过他。射击，他在不停的刷弓箭手啊。稍等，再射击。那我得生产一批弩手才行，还有两轮才能够生产弩手呢。那我把我的兵调到这个位置，两轮后正好可以生产，可以变为弩手，不是生产，是变为弩手，对吧？过来，咱们用钱把它都变为弩手，还有两轮的时间，咱们的骑兵可以了，这个骑兵可以是可以，我是不是让他在这镇守啊？算了，出发吧。这地方也应该有镇守的兵才行，过来，我的弓箭过来镇守。单位需要命令，小马，过来。这个弓箭肯定是不行了，跟他们打不过他弩手啊。往后撤一步，更往后撤一步，等我变为弩手之后，咱们再说。下回合。现在升级防御远程时与驻扎单位作战时加10战斗力，来这个吧，咱不加血了。与驻扎军队增加战斗力的话，为什么不要它？暂时待机，这地格变成咱的没有问题，然后还能够使用一次，这个大烟斗咱也要了。下回合。哎呀，真的是这事儿不够干的啊。这城邦必须要尽快拿下，他出了一个重型战车，但是打不过咱。我看啊，这个森林我也要了。好，然后佩拉生产什么？再出一个，其实我想出开拓者，在这拍城，我再出开拓者吧，好吧。因为我的城有点少啊，真的是有点少。这弓箭在这给我回血。好，咱们出看了看前方啊，咱们还差一轮，还差一轮的话，咱们还是先不能动。我的弓箭过来，一轮以后把它变为弩手之后，咱们再冲击，没有问题吧？单位需要命令，暂时不动，射击。暂时跳回合，跳回合，通通跳回合，没有问题吧？然后我看看，七轮出建造者，没办法，咱们下轮马上升级为弩手。我估计再不升级的话，人家都该出来这个野战加农了。要和解 ？No， 选择拒绝他。要和解有前提，我必须要拿下右边的城邦格鲁吉亚。哇，这话说的舌头都没捋直啊。来吧，再见。他还这么多弓箭，烦死。哎，他还有拿我的军营吗？我会想象世界就是一个机器。嗯，机器不会有多余零件。嗯，他们永远都是需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说太好了，好，咱们马上升级为弩手190，有点贵，但是也要干。升级为弩手，攻击，然后这个地方也要升级为弩手。完了，一下没钱了，选择研究。把数学走了，生产项目 I 加一，远古城墙防着罗马，单位需要命令，与弩手绑定，然后睡眠，单位需要命令，往前拱一步足，一会儿再出击，现在咱们不着急啊，等我的这个弩手都赶到之后，咱们再出击。
这个小马就在这儿压着吧。罗马军团，不，这是罗马，跟咱没关系啊。展示驻扎，跳回合。单位需要命令，我看啊，让他往下走。可往下走的话，敌人都能够打到咱。展示不动，跳回合。咱们下轮有弩手了，再攻击。哪里过来？荷兰。哎，这喜庆。哎，这他这真喜庆啊！这脸总是跟我乐着。好的，不知道以后向我宣战时是不是还会乐啊？目前看起来，咱们现在就有点被动挨打啊。罗马打完咱，波兰都打咱，但格鲁吉亚对咱关系不错，他在拼命的出弓箭，而且在拼命的射我，不怕，咱有弩手了。好的，弩手，咱们先用蓄弓机拿掉弓箭，再用弩手拿掉他真正的大弓箭。漂亮漂亮，四杀。好，咱们可以冲了啊，兵临城下。兵临城下，通通压住他。兵临城下，压住。好，弩手上，射击。有没有打洞？惨败。弩手上，可以打。漂亮。声音就不一样啊，可以险胜，险胜，我为什么不打？这个没法升级为弩手，这仅仅是个弓箭，不，主要没钱啊。那这弓箭我看就不用再上了是吧？大家请看这右下角啊，我得好好发展一下，这都是城邦对吧？你看这都是城邦，以后我就欺负欺负城邦算了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格鲁吉亚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，这个我得好好的想想，但有城邦挡着他过不来，右下角我得好好的发展一下啊。前提是咱们拿下这个城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那这个弓箭暂时可以不动。生产项目，彼得格什，远古城墙。远古城墙的话，就不如走，这走什么都走不出来。用我升墙吗？增加点防守，攻击，通通攻击，不等了，尝尝小马的威力。罗马那个城太好了，导致我都没法攻击他，而且他这个易守难攻，他可以射我。OK， 单位需要命令，弓箭手升级，但是没钱，暂时不动。罗马的开拓者，漂亮，这不就是要送给他送开拓者来了吗？过来，看他往哪开拓。我专门拿着开拓者。哇，罗马有弩手了，这得小心。警戒，跟罗马顶上。僵局，下回合。哇哦，招要孙子兵法。拒绝他，这么好兵法怎么能给你们呢？我是不是可以向罗马开战了，抢他这个开拓者？他在射我的弩手，我天哪！面对较大的威胁时，我们可以选择加入其他文明共同抵御，但必须慎重考虑。如果加入后获得成功，我们则会获益；但如果加入后任务失败，敌人将变得更加强大。说得好啊，有这个问题，干什么？啊，要对付荷兰是吧？我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在打粉红女郎呢。必胜，咱们打完他必胜，而且还能抢一个，而且还能抢一个开拓者，对吧？咱先稍等啊，我先拿下城邦再说。
射击。好的，射击，漂亮，真够狠的这个弩手啊，太狠了！攻击，拿下这个城邦。保留，肯定保留，这就是我的。三轮后恢复忠诚度，选择生产，一点点修。先修，他现在是几人口啊？六人口，先修纪念碑。单位需要命令，赶紧回来，咱们马上要和罗马作战，对吧？这地儿让开城的话，对人非常的不利。赶紧把我的兵调回来，两轮就能回。好，下面我向罗马宣战啊！这么宣战是不行的，打开，向罗马战争借口。哎，我怎么没有什么好借口啊？可是我还真的想要他这个开拓者。我想想啊。哎，下面又来蛮族了。我还有四轮出开拓者，我是准备想在这拍城的。他要有蛮族的话，还必须得有一个小马来保护他才行。派只小马过来。我和罗马宣战，我打得过打不过他，这是个事儿吧？这个弓箭暂时过来镇守。我想想啊，我会惨遭他弩手的射击，有这个问题吧？但是我又非常非常想要他的开拓者，非常想要，否则大家都挤一块了，他在这边拍城，大家是不是都挤一块了？我看一下科技树，我看罗马现在科技到什么位置了。罗马都到中世纪了，都有军事学。我天哪，他的科技怎么发展这么快？我在哪儿呢？我还在，哎，我也在中世纪啊。但是我比他还是差一些啊。罗马发展的太快了。哎呀，这是个事儿啊。其实我非常想要这开拓者，非常非常想要。那我应该把我的这些兵都调回来，防守一下罗马，对吧？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把我的兵都往回调，咱们镇守吧。行了，我决定了，咱们往后撤一步，攻击罗马，打。Insolenti ad mortem te ducet, a nulla qui Roma vinci potest. I'm sorry， 没人能打败罗马，我知道。是这样啊，咱们这次作战的目的不是说想打罗马，而是说，我想要这个建造者。当然一轮拿不下来，你要现在就拍城，那我真是一点也没招。升级，这个别升级了，赶紧回来，防守。看他是不是拍城，希望你别拍城。他跑了，他跑哪边开城去了？我的小马打他打了打不了，惨败，僵局！我天哪！我想想啊，我的小马，我弓箭先射射他。我觉得也许我这个选择是错误的，因为你逮不着他。你怎么抓？抓不到他，僵局。打这个僵局，咱们合二为一，打这个僵局。你这帮弩手肯定会过来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能防我的挨加一，希望能防住吧。这地方射击，
打这贼兵，然后我这个弩手赶紧调到埃加伊。怎么这么多轮，这么多轮也掉，单位需要命令，暂时先回血，我先调到这儿，再回血，以防万一。然后骑兵惨败，他不能够都去骑兵部家，他也过来做防守，另外我这个弩手也过来做防守，咱们现在双向开战啊，咱们叫两个拳头出击，为了捉那开拓者，结果也没有捉到。而且我这个小马，我看啊，过来，这小马是为了下面去灭他的这个贼窝的。然后这地方我看我是要处理一下，升级的话需要190，没钱。下轮才能攻击，我去，下回合吧。他这什么东西啊？罗马军团，我天哪，这是罗马独有的，非常的厉害。我的弩手到了，稍等，大将军休眠，弩手到了，一会儿看他怎么处理吧。下回合，我最好现在粉红女王能够跟我讲和，然后呢，割地赔款，这最好的结果。打我的小兵，哇，罗马军团好强的，贼兵打不动我小马，这个地方我不害怕。然后我这地方还有三轮出开拓者，西班牙。成就已将文明带入黄金时代，在这个时代中，我们的文明更加强大，更加忠诚。好的，谢谢。没有数学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说得好。你周围的一切都是数学，我知道。你周围的一切都是数字。漂亮。我看啊，既然都是数字，那我得算算，我升级得花多少钱。做一个换位，我的弩手打他们还是有把握的，我的弓箭是差时代的。漂亮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，有点扫射的感觉啊！我去，没钱，有钱我一定升。我看啊，先射击，能射多少算多少，漂亮。然后惨败，必胜，拿下小马，把他挑于马下，然后别动这个小马，赶紧回来补血。哎，能升级，升下级啊，那也需要补血，选择着力点，走科技，走商业，都得走，还得走文化，选择研究出什么建造 ，no， 走学徒，战术，长矛兵，走学徒加工业区。我看啊，这地方咱们马上射击，漂亮，听声音就非常的棒啊。然后射，哎呀，才两个，险胜，险胜。也打，挑于马下。我好，我的弓箭按理说也是要升级，现在没办法，在这只能选择驻扎。然后咱们去探一探，下面有贼兵，把它灭掉。因为还有两轮，咱们要出开拓者了。单位需要命令，咱们的弩手赶紧前进。怎么走这么慢？这弩手？背着什么东西了？那么慢，回下血，没办法。我看啊，我往这儿走一步，能不能射击？不能射击，暂时不动。这个属于补刀用的啊。下回合，敌人过来，哇！这粉红女郎变得如此之强大，我早知道不惹她了。我的小马现在已经没有血了，她是骑兵，标准的骑兵，对吧？我看看啊，这个弩手给我做个扫射，把它扫射掉，漂亮。
还是不能升级，对吧？绕一下过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敌人上来了，射击，没射动。粉红女郎有缓啊，驻扎。这地方我得处理一下，小马往后跑一下，然后回血。弩手别动，没处理完。弩手原地不动，赶紧回血。现在是没有钱，惨败，惨败没关系，往后撤一步，升下级。击溃，然后生产项目，把粮仓修好，六人口。啊，目前看起来咱们应该是在这地方赶紧排城。那么这地方我也觉得也需要再排城啊。咱们城市的规模必须要再扩大才行。刚才那开拓者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好吧，我看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谢谢您观看。咱们现在还没有海军，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建设海军才行。因为以前我这几集胜利主要是因为我的炮舰很厉害，然后抢威尼斯军库出炮舰嘛，对不对？今后呢，咱们也是走这个，这期视频咱们也准备走这个路吧，这一系列视频。好吧，那么我看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谢谢您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